游戏新干线哦，因为呢，三位最美丽的代言人，我们的吴以琳、陈亮宇，还有我们陈俊涵，都来到了现场哦，真的非常的漂亮，三位的腿都非常的长，而且非常的高挑哦。当然呢，这一次是直到 online， 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我们游戏新干线，非常好玩的一款游戏。当然，在舞台后方有非常多款不同的游戏可以测试玩。好，那是我们的联访时间。